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做会归三宝。下礼尊念，我地主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尊，皈依佛陀两足众尊，皈依达摩利欲众尊，皈依精伽诸众众尊。下礼尊念，我地主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尊，皈依佛陀两足众尊，皈依达摩利欲众尊，皈依精伽诸众众尊。下礼尊念，我地主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尊，皈依佛陀两足众尊，皈依达摩利欲众尊，皈依精伽诸众众尊。请看大经科注第285页，285页，对第三行看起，念老的注解，按一切大乘心通依达之故，本为菩萨坦德，如密切金刚力士经文，密切金刚力士经是华宝积经下面第三回啊。咱参考资料来对有修蝶大正宗第11册来对，这部经的内容呢，是说明菩萨如来心密物密意密，最终有为密主及请求，有佛陀入灭后500年中护持本经。现在释迦牟尼佛灭度到现在是2500多年了，也由此知影，这部经是佛灭度了后，正法1000年，迄个时阵流通真快，依照这个经典修行的人真多，这个经内底有讲咯。有大比丘将42000句，菩萨84000，菩萨是加一倍，一切大乘心通已达，有这两句，可见呢，这是赞叹菩萨摩诃萨的。今此经中以赞叹菩萨功德之故，以赞声闻
正标初定，将随性将，本发心大师，文本随节。本呢是本地，也都是伊的身份。再回真头前所讲的，姚天如尊者摩羯莲尊者头前须菩提尊者阿难尊者迦叶尊者这些人都是世尊身边的声闻弟子，除阿难以外，都是阿罗汉的身份。阿罗汉的身份呢，不是伊真正身份，伊真正身份，佛在经上甲咱讲，莫见莲。下离佛求完结就成佛了，其他的几个人真像阿难尊者现在身份就像舞台的表演同样，他在舞台上的身份是苏陀丸，其他几位啊是阿罗汉，但这个后台就无同了。啊，因缘呐，龙是发心菩萨啦，诸佛如来显示出文本随节啊，这个本是发心菩萨，本是诸佛如来，跟这个本来混总起来，随节是现啦、啊，现在表现的身份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子，这内底含着啊真深的。意思在这里面爱怎样佛法微妙感情无人会怎样在佛面前提出问题向佛请教不是发心菩萨我何再来真像阿罗汉、辟支佛、观教菩萨问不出来啊，听都不够，啊，要安怎呢？但《圣经》内底佛给咱透了信息了，叫做以佛出世，前佛用佛啊。一尊佛出现在这个世间，以佛的身份来教化众生。他身边的弟子是什么？总是孤佛啦，是请尊佛来，来什么？亲像半戏同款，伊表演主角，伊表演配角。佛陀也都是啊，老师的身份出来，这些人拢用学生的身份出现。啊，伊毋是真正学生啊，啊是来表演的，是来护法的啊。有甲佛无嫉妒啊，无障碍啊，绝对无争名利的这种念头。
把咱啊做朋友，啊，去哪里？对这个世间，何法衰咯？为什么衰？何别多了后，三年的地主未歹啊！何头在世地主，迄拢是圣贤下凡呢？应化身，随即。佛法兴旺，佛都无跌咯。佛身边的这些大弟子，渐渐一个一个拢涅槃涅槃咯。啊，以后传的时阵，上法时期，特别现在末法时期，有圣贤来不？有啊。圣贤现什么款的呢？现 BQ 相啊，看会出来未？内行的人看会出来，外行的人就看不出来。内行是了解佛法的人，有修行的人看会出来。唔捌佛法啦，无修行的人是看不出来。你也无认识啊。最近啊，我介绍给大家来佛寺的海贤法师，这个功德真多人看过咯。这个人嘛是文本随迹，这不是凡人啊。伊来到这个世间来，甲咱实现一个，伫这个时代，这个时代是乱世啊，唔是太平盛世，乱世，一切秩序拢总乱咯。咱要修净土，要安怎才会成就呢？伊甲咱做上界好的朋友。啊，咱来认识，净宗是要安怎修学？你看伊啊，伊就是一句佛号。啊，咱这几年来，老师传互我，一门深入，长时熏修。我伫年轻的时阵，伫台中。对李炳南老技师学佛，正确拜老师，老师教我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伊也教我学经教，伫这个时代恭敬的人少了。有这个能力的人，应当来弘化理性，把经典讲清楚、讲明白。我这个是以老大人鼓励我，当时我唔敢学啊，因为经典太深，但是凡夫。那有资格出来讲经，我是来听经的，听老师讲经的，那会敢上台讲经呢？拄好迄个时阵，老师办一个经学班，伊开这个班，伫这班以前有学。刚验的呀，某一个班有刚验讲佛法，是普通所谓是开始的。
这个班培养了一批人啊，啊，大概有两三年，女同学真多，到以后结婚，结婚就未来咯。老师受到这个教训，这个啊，经学班选学生就真严格咯。你若想要参加这个班，女同学都爱发心嘛，啊，无结婚啦、啊。一生恭敬教学，安尼才会用，所以就真少有人来参加咯。来参加是虾米人呢？拢嘛是中年妇女啊，因有家庭有事业，儿女拢大汉咯，拢有工作，因退休咯，退休了后啊，来学钢琴会用咧。因为改变，所以阮这班呢，年岁上大的林坎迪老技师六十岁，啊，阮迄个时阵，我是三十一岁，地理老师，啊，林坎迪定是差不多是大我三十岁，小学毕业。跟李老师学钢琴，啊，阮一个看到伊，信心就升起来了。啊，我年龄只有三十出头尔，伊啊小学毕业，我初中毕业啊，高中还佫念半年，比好真多咯。伊啊都会当上台，我哪会讲袂当上台呢？我哪会讲袂当上台呢？我真大的鼓励。我就参加这个音乐班啦，专门学钢琴的。迄个时阵进度真紧，拢是学这小步琴、小声琴，差不多啊是一个月完成一项。啊，我对李老师。一年三个月，就是十五个月。学下乡十三步经，这十三步经我拢会讲，啊，佫讲啊袂歹。啊，出家缘分到了，所以我离开台中出家了。出家了后，伫寺庙内底住一年。我教佛学院，就教一年的佛学院，感觉家己也无够，学的是小步，无大步，就袂当扎根啦。我就向李老师请教，我讲我也阁要转来学一部大部经，老师讲对啊，正确呀。啊，我家己选着法华经。老师拄好伫咧开讲《楞严经》，老师就甲我讲，伊讲你学《楞严》好咯，《楞严》甲《法华》拢是属于大部的，分量拢差不多，而且拢是属于一乘法的。中国古人讲的啊，开智慧的《楞严》，成佛的《法华》。就教我学《楞严》，《楞严经》，伊讲三年，伊也是每礼拜三讲，拜四咧我复讲，甲伊老大人所讲的我重复去讲一遍，所以啊，伊一步讲完完，我一步也讲完完，有了真踏实啊。所以你问我学的经教，我学的经教根是大佛顶修《楞严经》。以后我甲八个同学联名向李老师请法，请伊老大人讲，
大方广佛华严经，老大人答应了。嘛是啊，一礼拜讲一拜，我听了第一关。华严啊，华严八十观，就是八七华严。那我听一观了后，后面啊，我大概拢是无问题。专精我会当讲落去，老师啊伫台中讲，我就伫台北去讲啊。老师一礼拜讲一拜，我一礼拜啊讲三拜，所以我较无一年，我的进度就超过老师了。啊，君呢，一定是一门深入，长时分修，一经通，确实一切经会当贯通。所以呢，我灵验学个真扎实。以后看大乘经教的时阵，家己看无问题咯。尤其李老师讲这个华严，我听一观了后，我就会向你咯。以后有问题，再去向伊请教；无问题，就一直甲讲落去。所以呢，这是。老师跟学生都不是圣贤随节，要安怎讲呢？讲经是大事，不是小事。古早时阵，我大一天大五是未当出来讲经，大一天大五哪有遐容易？所以老师教我的运功注解，注解是古人做的，是大彻大悟的人做的。我照注解讲，注解无讲错。注解错了是伊的责任，不是我的责任。我无故事，伊有故事啦。我只要甲注解讲清楚、讲明白，无讲错，安就好了。所以呢，讲古人注解，我这个心就定了。那家己确实无能力注经啊，我无做过注经的工作。嘛，出版了未少物件，拢是我讲的，同学因记落来，因出版了。有一寡少数，我对头到尾拢有看过，大多数我拢无看到。学习经教有必要无？有啊，特别是这个时代。学习的方法一定是一门深入，长时分修。这部经里面，这条消息咯，有五处咯，这会当学第二波。那个时阵学进度就紧咯，障碍无咯，有法里面的这教学。个说法完全拢无同，世间个学校，伊学科真多，同时教学，一天上几落堂课，科目拢无同，无同个老师，无同个教科书，这个方法来对是袂用的咧。在中国古代嘛，未用的。
啊，佛门的教学总纲领是戒定慧三学，应该得定因定开慧。伊的目标呢，就是佛法修学的目标是开智慧的，唔是知识啊。啊，那世间的学术完全拢是求知识。知识应该是广学多闻，智慧就是一门深入。为什么智慧是对清净心生出来？清净心就是定，所以世界你就会当啊，得定啊，得定了后啊，你就会开智慧。那佛教传到中国，这个方法大来了。中国儒接受咯，道嘛接受咯，所以儒释道教学拢嘛重视开悟啊，这个道理咱爱知影。啊，伫现前这个时代，讲开悟太困难咯。我只看到一个开悟。在这一生当中，那我的老师有开悟无啊？但是有定功，那为什么无开悟？就无太罪，办的事业太罪，大中连下是一般的。主公图书馆是一般的，菩提医院是一般的，要一个老人医，要两个有离医，这一般的事业。另外，伊本身是皇室官府的主任秘书，一个是中国医药大学教授。啊，是台中的一个中兴大学，两个大学的教授啊。所以啊，伊的工作啊，真无闲，太无闲了。这就妨碍修定。啊，老师一生的这个兴趣，啊，伊是一个多才多艺。国学佛学根基真深的人，心地慈悲啊！阮这同学，甲伊也学，多半拢学一项。啊，我学的是佛经，台中之声明基础学的是古文啊。这门仪传落来了，代表就是易经，不容易啊。刚也祝老师，嘛是对李老师学的是东西。那我们每一人都学老师一项物件。老师也无传落来物件，真多啊！伊的专辑，注意去看，也都了解了。这是一位真正的大善知识，无代替大悟。我看到代替大悟是啥人呢？海贤老和尚。啊，你细心去看伊这个碟片啊！这个人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伊啊，甲别人讲，伊啊，什么拢知影？这句话未当随便讲，什么拢知影，都是大彻大悟。
啊，但是伊咧伊什么拢无讲。啊，讲出去了后，名闻利用就会来了。伊啊，一生无讲，无人知影呀。这是一个文本随迹，不是普通人。那伊表演的都是啊，一句佛号，你唔捌字，甲略作慧能是同款。慧能是对定中开悟，最后印证是五祖甲伊讲金刚经。公告应无所住理性机心，以大彻大悟。讲出五句话，迄五句话就说明开悟了。我是什么？我呀，都是明心见性。心性是什么款呢？这五句话的心性讲清楚、讲明白，我做一个听，好了，其他的免阁讲了，你拢知影了。伊把都传互伊啊，伊就变成第六代祖，成同时代啊。也有极度障碍，然后黑熊甲伊爸团伙伊，一般人不服啊，拢看不起慧能啊。然后黑熊伊爸团伙伊，透迷啊，半迷，叫伊赶紧走。这袂好啊！别人害你啊！准给准备好了，伊离开三更，三更了后，然后黑熊再把这个消息给大家讲。三更走个真远啊，这是宣布了，跟大家讲。伊把伊经走去咯，大家才知影。何况啊，现在咱学佛方法是真辛苦啊，拄到的灾难啊，真多啊。啊，想看高人，想看这个释迦牟尼佛伊家己。那我出家是宗家大师劝我呀，而且劝我学释迦牟尼佛，我接受伊老大人的教诲，我第三年，我佛法的基础。是在以下奠定的钢筋呢，是对大中而来。你老师跟我，我有三个老师，彭东密先生是启蒙，教我认识佛法。这些以前我误以为佛教是宗教，是迷信，所以根本都无要去甲学。
轻的时阵真爱贴合，甲彭东美先生学贴合，我非常感谢伊啊！伊甲我讲一部贴合概论，对于生油贴合讲起，讲到啊中国贴合，最后讲到印度贴合。印度贴合内底讲到佛经贴合，我都真奇怪了。我讲佛教是宗教，是多新教啊，多新教的意味就是阶级宗教。高级宗教只有一个神，一个真神。佛教啊，什么拢拜，去寺庙内底看。这叫做多心教，多心教的宗教来对叫阶级宗教。孟老师跟我讲，佛教不是宗教啊，我从来没听讲过，佛教是无神论啊。那佛菩萨呢？不是啊。菩萨啊，是人啊，不是神啊。伊对梵文翻译过来，印度人称佛陀，就像中国人称圣人的这个意思。菩萨那是贤人啊，阿罗汉是君主啊。你如家讲圣贤君主，真像现在学位同款，伊也是学位的名称啊。佛教来对，无坐不住，有就对对来。佛讲的，是你的念头产生，一切法对心上生，上有心生，色有心生，色相拢是咧讲物质现象，那物质现象对对来。念头来啊，那念头对对来呢？念头对自性来对来，所以明大师听金刚经大概四分之一无讲完啊，好念大我提出不过好去自性本自清净，这就说明了自性就是真心，真心啊是无染污的，比染污的就是妄心，不是真心。第一个跟人讲清净，所以咱要用真心，唔通啊用妄心，用真心给佛菩萨的生活快乐啊。那就是极乐世界。那平等心是菩萨，清净心是阿罗汉，各都是佛啦，都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那是各啊。那见性成佛啦，见性的人在佛教内底就会使甲称作佛陀咯。为灵台书见性了，跟咱讲自性清净。第二句话讲，好记自性，就是讲无想到自性，本不生灭，真心不生不灭。啊，妄心呢？妄心就有生灭，妄心就是念头啊。你看，前念灭了，后念生了。啊，咱起心动念，那是妄心。妄心无生灭，真心无生灭。啊，本来不生不灭。啊，第三句讲，何其自性，本自具足。啊，自性具足一切法。啊，一切法分作三大类：第一个智慧，第二个德能，第三个上好。
佛在华严经上跟咱讲，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的相，就讲这句叫本住具足，具足什么？具足甲如来同款的智慧，同款的德能，同款的相好。所以佛法对自性求啦，唔是对外求的，外面是假呀，无物件。那心外求法叫做外道，佛法是完全对自性求。这道理真深啊！那第四句讲了，佛其自性本无动摇。这在讲什么？真心是不动的，妄心是动的，真心不动。最后一句，何其自性，人生万法。你看万法是自性生的，我做不住啊！我一个神，我家里都无神呢。那佛教来对佛陀是第一个学位最高的，菩萨是第一个学位，阿罗汉是第三个学位，那像现在大学博士、硕士、学士，学位的名称啊。所以《华严经》上啊，佛教导论，一切众生本来是佛。那佛教有毕业了就成佛了，那菩萨是啊博士班的学生，也无提到学位，提到学位那就叫做啊佛陀咯。那每一个人都可以成阿罗汉，都可以成菩萨，都可以成佛，你也好好修。我要有佛的想要生罗汉、生菩萨、生佛，是不是一定都要有经教呢？不一定啊。你看牟尼佛无学过经教，伊是修定开悟呀。慧能大师无学过经教，也是对修定听金刚经开悟的。海贤法师无学过经教，因为唔捌字啊，无念过经，伊啊都是啊一句阿弥陀佛，一门深入，当时焚烧，这方法伊得着咯。这个方法就是戒律了。你啊，真正持这个戒，一门深入，当时焚烧。心内就这件代志，除这代志以外，拢总无代志啊！无妄想，无杂念，只有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属于心不乱，就会证阿罗汉。念到理心不乱，就成佛了。所以海贤是念阿弥陀佛，第一心不乱。这就是一门深入，当时焚烧。这是佛陀教学的理念。那方法呢？读书千遍，基于自见，自见就是开悟，家己明白咯，你就用这个方法，这个方法嘛是戒律，你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开悟咯。
那我家人是读一部经，都念一部《大乘无量寿经》，啊，年纪老，其实会回一本，念多少遍？一天啊，算点钟，唔通算遍数，念十小时。最初念无熟啊，大概爱念一遍，爱两小时。念熟了，完全会背诵，念一遍大概半小时。十小时念二十遍，从来时间念阿弥陀佛。你会当按你念就五年、十年，都会有五处啊，会开悟。所以，海贤老会想什么时阵开悟呢？伊无讲，我对公调里看，我估计伊啊，应该伫个四十岁左右，伊就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了。那三十岁前后，伊啊，伫属于心不乱，就是证阿罗汉果的境界。四十岁时阵，伊就成佛了，发心菩萨了。伊啊，二十岁开始念佛，二十岁出家，师父就教伊一句佛号，一直个念落去，伊就老实去念，无想别个法门，无受任何影响，这句佛号念了九十二年。往生自在，没人助念。往生的一天，你是个做一天的石头，对透早到黄昏，在菜园里底，满草啊，沥水啊，种地啊，做一天，一暗就走了。啊，最后的标法就是标这个唯有精湛精，意思真深真长啊。咱来当体会最重要的一个标法，跟咱讲佛陀教育是真的，不是假，就是什么一门啊，深入啊，长时分修。伊做到了，同时千遍记忆逐渐，伊也做到了。伊毋是读书，都是念一句佛号。啊，一句佛号对照到暗，最来无念，心来咧念，将来无丢失个啊。那困的时阵无念，精神。然后啊，佛号就对得起来了，无迷离啦，伊无梦想，无杂念，伊的生活就是念佛，伊的工作是念佛，处处待人接物，无一项唔是念佛，证明这个话是真的，甲咱作证。西方极乐世界啊，真有啊！阿弥陀佛真有啊！伊内底有一句话，你也会晓听。有人问伊讲：“你看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跟你讲什么呢？”伊讲：“我有几落拜啊，要求阿弥陀佛带我去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唔肯带我去啊，讲我修个真好，修个真好，还留伫即个世间呐、啊，做即个好模样，就去表法了，做好人来看。可以落拜，迄个唔是一拜咯。呀、啊，咱伫净土圣贤拢来对看到慧远大师啊，咱啊净土中初祖，伊老大人伫在世时阵四拜看到阿弥陀佛，看到叫世界，最后一拜上升，头前的迄三拜从来唔捌甲人讲，最后上升的时阵才甲大家讲。阿弥陀佛叫做世界现前咯，我要来去往生咯。这个境界记起，我捌看过啊三拜，才讲出来啊。别人问伊讲，叫做世界成什么款？伊讲，甲《无量寿经》里面所讲是一模一样。证明释迦牟尼佛甲咱啊。介绍叫做世界，无错误。海贤念佛九十二年啊，我估计伊老大人看到阿弥陀佛，看到叫做世界，绝对未少过十拜。啊，咱做这个证明啊！咱来相信，绝对唔通怀疑。咱要求的是什么？叫做世界啊！这个世界是假，这点比什么较重要啊？没来去呢，一句好好就好了。经典来学习，为什么？咱啊，对叫做世界认识无够，有怀疑。经典的帮助咱断疑生信，搁加着老和尚的一个啊表演呢，互咱看呀。啊，咱啊对这法门信心大跌咯。啊，最后表法是咧表什么呢？啊，表下莲居老居士的会一本是真经，一点啊错误都无。嗯，念做老技术的注解嘛，是真的，无错误，也当相信的。啊，咱啊，这十几年来，依照这本呢，依照这注解来修行，无错啊。有人放心，信心大地一滴个恶落去，不要这个话啦。那、啊、是最上这个表法的意思。深中无尽啊，这就是六要佛法行，所以无有精湛精。跟咱讲这行，什么会当兴旺呢？互相赞叹就会当兴旺，互相诽谤就会灭亡啊！家和万事兴啊！唔通互相诽谤，互相诽谤是灭佛法啦，互相赞叹是兴佛法。就算讲别人有故事，故事也唔通四过去讲啊，而变成诽谤咯。几个款先呢？写伫什么？无第三者在的时阵。这个时阵才会用呢？为什么？人有民主，你也共顾虑着啊？讲别人故事，未使有第三者存在。老师教学生嘛，就按呢。学生有故事，当下面前拢唔通讲，一定要甲学生叫来房间内底来，门关起来，只为一个教训。老师对学生就安尼呀，何况对外面的人，
所以啊，社会和谐，社会的安定，国家领导甲人民啊，互相赞叹，这个国家就会兴旺啊，才会出现太平盛世。别人诽谤我，那伊个代志啊，我绝对袂诽谤你，我赞叹你。啊，伊无了解啊，这个道理我了解啊，伊无了解，伊在做这代志，果是情有可原。我明白了解，如果心内不服，伊诽谤我，我也诽谤伊，迄是敢唔该伊斗阵去咯？哎，知影讲诽谤三宝的故事是无间地狱啊，叫做破和合精啊。啊，咱相信因果，绝对唔敢做这款代志。啊，有长处，咱个赞叹；有缺点，咱袂个藏在心内，佮较唔当藏在嘴口。这是正确呀！啊，我遮侪戏咯，安言放下，什么经拢无讲咯。这个一切问题我也无看，只有一个心愿，往生极乐世界。海贤法师甲我助证。我真感谢伊，我向伊学习，我嘛看到种种学人拢应当向伊学习。安怎学习呢？每天把这个功德看三遍，一天念一万声佛号啊，念一万声佛号，功德看三遍，一年唔通间断。为什么只讲一年呢？无讲当年呢？一年你无间断，以后你就当年都未间断咯。那是你家己的代志啊！我只教你一个开头。为什么你啊真正去看欲罢不能啊？老寿文技师顶摆甲我做一个报告，伊看了160多遍。一天啊，至少啊看三遍，有时间就看5遍、看10遍，永远看不厌。为什么发喜充满？发味啊，伊吃着了，吃着滋味咯。这都受用啊！这个受用终极的目标，就是来去极乐世界做。阿弥陀佛的第一地主啊，无比的殊胜啊！所以这些人心通意达，伊真正大圣，伊不是小圣。阿是关节。尤其心通来出透过，来到人这个世界，帮助释迦牟尼佛。海贤一拜来吃呢，帮助世尊，帮助阿弥陀佛。我就可以讲，帮助咱所有修净土的同学啊。那可能做了真正的千真万确的事实证明啊！啊，咱搁看后面的这段是念老祖的总结，这段的总结，众生无性，顶面所讲的可以上修。表法的上首
要本质是姚丁如尊者。姚丁如这个名号是梵语音译的，伊的意思就是明了本质。本质是什么呢？就是六祖灵台师讲的自性。了本质呢，就是明心见性，就是这个意思啊。那为了知以求万机啊，本质故修劣智，那一摆的第一。一切经诸行开，都半拢嘛是下里花木建年，真少看到姚丁如尊者。这个经要甲伊放伫第一位是什么意思？啊，都真明白咯。这部经是如来所说，一切经来对第一经。依照这个经本修行呢，是如来第一。以地主，为什么理性成就？你想别人的法门不一定一生也成就，这个法门一生绝对成就。所以你是如来第一地主啊！还遐老和尚啊，甲咱啊标这个法，伊是阿弥陀佛，叫做世界第一地主。啊，咱该学习嘛，是学习的，都是第一地主。未当唔知呀，那信主都是下利佛啊，下利佛地位第一，表弥陀之佛地呀，阿弥陀的佛地，不思议地，不可称地，大乘功地，无定无伦啊，最上圣地之。亲共无碍，这五种智慧将来的经上都有真长的经文介绍，总共啊是一句话，圆满究竟的智慧，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这是啊真的啊，这不是假啊，这啊不是对佛的啊赞美，不是。为什么这五种地每一个人都有，只是你现在烦恼障碍到了，你不能现前，你哪会把烦恼放下，智慧就现前了。佛经上所说的一切都是真的，只要你把障碍去掉，它就现前。啊，一点甲世间一切宗教来对无同啊！一切宗教神来有诶智慧力量，人无。佛唔是安尼讲，佛所以一切智慧能力，每场拢有，一切众生大家也拢有，只要你肯放下，放下见思烦恼，就会证阿罗汉果。放下尘沙烦恼，你就会证菩萨；放下无明烦恼，你就成佛了。佛讲这三种障碍，障碍着你的自性啊，障碍着你的啊本领，障碍着你的上好。重要的放下了，记呀，唔通家呀放咧心内，安就对。放在心内拢错了，心上只会当放阿弥陀佛。如果那是要经典，诶，只会当加一部《无量寿经》，其他是唔通增加咯。啊，你西方叫世界，咱啊决定有分，决定得胜啊。啊，无莲代表神通第一，现
由虚心通知世缘，往生极乐世界，你啊是阿弥陀佛的第一弟子，你是智慧第一，你是心通第一。但行动第一无第二的啊，有世界是平等法，每一人去遐考试拢是第一名，无考第二名。目前咱即地有第二、第三、第四，叫做世界无啊，拢总是第一。为什么？大家也未生烦恼啊？哪个有第一、第二、第三，也就生烦恼咯？你看伊比我较悬。我跟别人差一点啊，叫做世界，那所在为什么叫极乐？是平等的乐，啊，就叫极乐啊。无平等未当叫极乐。啊，叫做世界一切平等，为什么？拢见性，见性就平等了。智慧、神通、道力、上好，拢总是自性变现的，看到性就圆满了。那不是第一呢，无第二。世间法内对有第二，但生活法内对无第二的。啊，大音公都是啊，徛实尊者，显示伊得殊胜光明，无不照见。公中极尊，佛中极王，这两句话是经常的话。啊，咱到极乐世界去生活，会甲阿弥陀佛同款，甲阿弥陀佛平等。十句拢嘛是实话啊。啊，庆喜是阿难尊者，代表文明欢喜，色得道团。文明就是讲听到啊，南无阿弥陀佛这个名号，伊也听到这名号生欢喜心。那、啊、你将来一定会往生啊，极乐世界，你极乐世界成就究竟圆满的福。够啊！下面佫甲咱讲咯，迦叶是中门初祖，阿难为理祖。啊，即句很好，就是禅，唔免去参禅咯。啊，六教定如表当年之本质啊。啊，代表咱的本性。啊，舍利弗，表众生本具之智慧。你看，众生本具，目前这众生本有之神通，一切拢是本有的啊，不是外来啊。啊，因公表，因公独要经脱根尘。这是禅宗最高的境界。那庆喜呢，就是阿难尊者，表庆，庆是庆幸。啊，咱拄着佛法，拄着大乘，特别是拄着净土宗，无量的欢喜呀、啊！啊！快是快乐，平生无比的快乐，无比的庆幸，心心相结啊！古地一部大经，正是护法团心。禅宗啊，啊，禅宗团心发耀。这部无量寿经就是啊，团心发耀。这个名号
实现本来面目。如此见得，事情代价之好。对啊，这地你会当去体会到，你会当明了。就是英明大师所讲的，有禅有净土，犹如戴觉好。啊，戴觉好是比如啊，有禅未必有净，有净决定有禅。不可思议啊！啊，咱对海贤老和尚表法来对看到啊，伊就是一句好好，伫着个这个境界是禅宗最高的境界。啊，了祖大师开悟，伊也开悟了。跟了做同一个境界，跟释迦牟尼佛当年的菩提树下大天大悟，也是同一个境界啊！真的不是假啊！啊，咱有这部经，最重要从清楚、从明白。知心达的，我来去叫世界去做佛啦。这个世界是恁的啊，不是我的，我要离开了。啊！恁介意这个世界，这是恁的；恁若是无介意这个世界，会当跟我斗阵来去解了世界，解了世界门，永远是开的啊！我也是恶啊！真正忏悔有往生，拢总会得生，大慈悲啊！啊，诸作地狱罪业的众生，往生端顶没有真正罪业这类。啊，眼前的你，咱看到老祖坟的几乎，虽然嘛，有富贵老年了，脾气真歹啊，怨恨心嘛真重。对因的心腹，伊啊，迄、那个心腹啊，甲伊啊，就是完全制住，足恨伊啊。死了后做鬼，我嘛唔放你煞。我这款的心。这是不是这是去地界去的啊？贪心变恶鬼，尽毁对地界啊！无耻变精神啊！贪嗔痴叫三毒啊！绝对唔通有啊！有贪嗔痴的念头，就是三恶道去咯。唔通有贪心，唔通有嗔恚，受更加大的苦难，也唔通怨天尤人。对啊，忍受，拢总爱用念佛来化解，心内只有佛号，无怨恨，无贪恋，无有痴。这人决定是净土，
呀，带着贪嗔痴就靠不住。你看，他以前好，以前一生无万分计一个人，无对倒一个人感觉讨厌，迄、那个人我欢喜无啊？人人拢是好人，事事拢是好事，甲我拍是好事，骂我是好事。啊！我受苦受难拢是好事，这是弥陀第一弟子啊！为甚表演给世间人看？只有弥陀第一弟子啊，做会到，世间人做未到，伊做会到。所以啊，伊甲佛有消息。跟佛常见面，啊，佛来鼓励伊啊，佛来安慰伊啊，啊，佫叫伊继续表法，予大家看。念老的家人呢，单独无滴念去，无滴就是一滴。只要你一直念落去，阿爷老和尚的师父加伊，一句阿弥陀佛，一直念落去，无滴就是一滴的意思，永远都唔通改变。你看，现是无相亲相。伊个成就是禅宗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要用什么方法修行这款的圆满的禅定呢？一句佛号，一句佛号，一直个念落去，依依啊自见。主见就是开悟，无人教你，大彻大悟。啊，无论定持善念，决定讲不动观，动观是古人的话，叫做白费气力。讲不动观，就是讲决定啊，是真实的，无错误。无白费的，你的功德究竟啊成就，就这意思。啊，这几句话咱来好好家记掉的。啊，最后这段本经圣列圣门奥将菩萨。那无回大将呢？成功成文下面第二段定理在讲菩萨将，正如佛地论第二下面讲了，先说声闻，后说菩萨。声闻将者，军队世尊，亲修华果，犹如声闻相随佛果。应当佛果，是果诸经都是行声闻离修菩萨。啊，声闻是什么呢？无证啊，发心的学生，爱常常对着佛的身边，未用离开的。菩萨是啊，已经大彻大悟的学生，伊会使伫佛身边，也会使伫外面去教化众生。所以呢，菩萨大佛教化众生，有出家菩萨，有在家菩萨，在家菩萨特别多。啊，本经这地呢，列入在家菩萨十六个，
出家菩萨只有立三个呢。这来对意思，咱来明了。声闻呢，无离开佛呢，在佛身边，所以一个讲到佛，都会想到因大众。因无离开佛啦，佛讲经说法，因拢嘛伫咧，拢咧听。通常经常记载1255人，从水中啊，啊因示现比丘相，释迦牟尼佛示现嘛是比丘相，个释迦牟尼佛的模样也是同款的啊。地法三依一拔，立中啊一息，就下一相。啊，佛的声闻地主，世间一般人看到佛的地主，亲像看到佛同款，拢会生起恭敬心、真诚心、清净心。所以啊，比丘形象有这个好处啊。不过现在人也不知影咯。佛教无人咧宣扬咯，和一般人对佛教产生严重的误会。啊，我家己本人就是安尼啊。那那无，那也可能26岁这文化呢？那唔是讲拄到彭东碧先生，我这一生，那宗教都无缘咯，甲佛也无缘咯。为什么真正大的误会啊？啊，本东美先生给佛教介绍给我，伊老大人是安怎讲呢？伊讲啊，你阿个少岁啊，你唔知影，释迦牟尼伊无讲佛，伊就是讲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我甲伊有哲学啊，哲学都爱找哲学家。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佛经是世界上最悬的哲学，有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我这一生真正是享受到啊，老师团的最高的享受。最高的享受安怎呢？你尊重我。我无欢喜心，你诽谤我、侮辱我、无忏悔心，最高享受啊！永远伫清净平等觉，那就对了。无贪嗔痴慢疑。这五力，有这五力，你就是会造业。你哪会当有最高的这个享受呢？最高享受，佛菩萨的生活啊，至少是阿罗汉以上。头一个我无了，那你佛门第一项大代志。破五戒，像净土、殊途还净土了，修行初故，大乘初信为的菩萨，金刚经上讲的
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是殊途圆呢。这个要知道，这个门路真正佛弟子啊，金刚经后半部，无我见，无人见，无众生见，无寿者见，那个见什么念头啊？意念头前啊，是无我相，破树相了，后面破树见，破树相是入门啊，真正入佛门了。破树见是发心菩萨，都是啊。明心见性，金刚经的前半部、后半部都无同。前半部是大乘初信为菩萨，后半部是大乘圆教初住菩萨，别教初地菩萨，真系同款呢。人生最高享受。都是啊，把这个贪嗔痴放下，啊，连带呢，贪嗔痴慢疑这五毒啊，拢放下，你这啊得到自在，良心这有把握了。我的这世间虽然多快乐呀，那顺境随顺，逆境嘛随顺，善言随顺，恶言嘛随顺，那顺业善恶拢都平定咯。为什么平定？凡所有相，皆是浮妄。龙从定有灵啊，灵甲灵是平等的啊。你要明白这道理啊！啊，金刚经好啊，龙祖林大师在这部经上开悟啊。所以啊，以后就变成三宗必脱的典籍。第一啊，这个以前三宗传心是用楞伽经，了做以后就用金刚经。啊，楞伽经是直接楞伽山讲的啊，就是现在苏里兰卡。那个钢筋的位置也够低的，我顶摆去，我去参观这个位置，离远啊，有看到这座山，看到这处所，无去去，释迦牟尼佛底下咧讲的呀。啊，灵卡性上两种教义拢有加入去。这边呢是甲咱公告，有心限量，不断之无，讲了好了。整个宇宙到底是什么？伊看透了。这两句话都是通常。大乘经上所讲诸法实相，一切法的真实相是什么？是自心现量，就是做不住是做什么？就是慧能大师所讲好机自性令性万法，自心现量就是自性令性万法，万法是自性所性。人生啊，是家己的自性，就是家己的真心。
那现在整个现象是什么呢？不断啊，积无，不断这个念头刷到这个念头，伊啊无间断呢。但是每一个念头啊，拢嘛是假啊，拢啊不可得啊，所以叫无啊。无不是讲无，无啊是讲不可得。啊，上是有啊，上不可得。这属实真相啊，为什么不可得？啊，我家有一卷啊，这是电影的短片，这个大家拢知影。伊啊，伫这收音机内面播放的频率，一秒钟24张，一秒钟24张，画面灯塔做火，咱看出讲伊内底有动作，看出啊内底有人，有啊山河大地，有一寡建筑物，你拢看到。那讲是一秒钟24张内底只放一张。甲其他23张人抹去乌，咱啊只放一张，放出来呢，恁大家拢有看到。我问你，你看到什么呢？一定啊，就是讲看到，我看到有闪光，细节的都无去了，就亲像闪电共款，什么也无看到，就看到细节的。对不啊？这是24分啊，24分之一秒，你只看到一撮光呀，光内底什么都无看到。实际上，光内底什么都拢有啊，真像这个幻灯片啊，同款的，拍在云幕顶面清清楚楚。但是时间呐 只缩短到24分之1秒，你都看袂到，只看到光线一个，内容什么都唔知影。那今仔日这个世界，一秒钟到底是生灭偌侪摆啦？电影呢，也生灭是一秒钟24摆。啊！我阁甲你讲，电视过去的啊，十几年前的电视，一秒钟50，就是啊50摆，比电影较紧，所以电视看个真清楚。现在数码电视，现在用数码。因为这一秒钟啊是100张100摆，所以啊你啊无办法看到。那事实真相呢？大乘经上，弥勒菩萨甲咱讲，这一弹指有偌侪摆呢？32亿1000万。一百千是10万，10万乘32亿，就是320条啊！一弹指，那一秒钟会当弹偌济摆？身体较好诶，体力强诶，也会使弹7摆。320乘7，2000啊！100条，一秒钟2000。一把吊出的生灭，就在眼前，你哪会怎知影？念念不
高低啦。你以为讲这世界你会当占有，不可得啦，身体不可得。我这身体存在，存在什么所在？存在伫两千一百兆分之一秒的频率下面啊，产生的幻想啊，这是整个宇宙的事实真相啊。原来真正创清楚，真正创明白，完了放下。原来什么？当中定灵啊，金刚经上啊，你才会真正去体会到啊。凡所以上皆是浮梦，以这一为化如梦幻泡影，了不可得，这是可惜啊。啊，现在这个现象，和量子力学家发现了。啊，现在科学技术，那么真佩服啊！有能力去抓到这个一千兆分之一秒的啊！现在科学技术会当啊去抓到一千兆分之一秒是什么？微中子，这个物件都是啊物质啊啊上介水上水的这物质。科学家发现了，所以今仔日量子力学家提出来一句结论：这个世间根本都无物质的存在，所有物质现象是假，是伫这个高频率。佛法讲的是两千一百兆分之一秒，这个频率所产生的这个。幻想，而且幻想对头来呢？啊，对念头来，念头对头来呢？这科学问题了。现在不止这个现象啊，从清楚、从明白了，这个有点恶弊啊，啊，这个弊弊方突破了。现在这第一秘密念头，真多年轻的科学家拢在研究这个念头，念力，念力能量啊，不可思议。这是真的，念什么就变什么。这个海贤老和尚这地有说明。啊！伊家己，二十二个时阵，家己种个冬瓜，互伊即辈小弟偷摕去，伊就咧咒骂：啥人偷摕我个冬瓜，会叫伊破病啊，会互伊即个痛苦。即辈小弟啊，真是破病，生疮啊！有病呀，可怜死啊你！你阿金给伊找来，你袂当搁他救了，你搁救你的小弟啊，苦不堪言，会惊一个啊！就马上啊，转过念头啊，互伊赶紧好，互伊赶紧好。念两天，伊这位小弟真是好了。你这知影个，从此以后唔敢搁再救骂人，搁唔敢念，伊真正变成事实啦。呀，十八个时阵，伊啊生一个疮，伊个身躯生疮，生一个痈疮，拢烂下去了。老母该找药啊，找医生啊，啊，拢无办法个救治啊。这是你家己知影讲是因果报应，伊讲这是业障病、冤业病，伊二是伊袂好呀、啊。听讲观世音菩萨。救苦救难，大慈大悲，伊就一心念观音菩萨，念一个话句，啊，称自然好了。对于啊，在这个佛法里面，我所讲的话，
深信不疑。菩萨啊，确实慈悲啊，咱念为什么会灵？伊灵，伊啊专心，一心专念就会灵。啊，咱是杂心乱心嘛，梦想追啊，啊杂念追，所以这念未灵啊，未起作用。那讲是一心专念，那就是啊，啊念念啊拢会灵验。啊，所以我佛法是本道密先生甲我讲，佛法是世界上最高的哲学啊。现在两座哲学家甲我讲，佛法是全世界最高的科学啊。所以我的讲经总结佛法是咧讲什么呢？伊讲五个科目。佛所说的，伊老大人教学四十九年，对开悟就开始教学，一直到完结，拄好是教了四十九年，三十岁开悟，七十九岁才开摩尼佛完结，咱中国算虚岁八十岁。教了啊，四十九年啊，一些老师啊，现在咱看释迦牟尼佛的身份，伊啊是一个多元文化社会教育家。啊，伊本人是什么身份呢？是一个多元文化社会教育的义务工作者，因为教学无收学费。无任何限制，无分国籍，无分族群，无分宗教信仰，只要你来跟伊学，伊拢会热心教导你啊！啊，咱来把佛的真面目找出来。伊也是教育啊，佛陀的教育啊。我一个出家，在台湾出家。就向中国佛教会建议证明，名不正则言不顺啊！再加两个字入去，佛陀教育，那可能三心五会。啊，我这提案，听讲佛教会是有讨论到这个问题，最后也是无加这两字入去。佛教容易啊，可能误会讲是宗教。佛陀教育就没了。啊，我在台湾有一个机构，在台北，佛陀教育基金会，我用的是佛陀教育，在教育部立案的啊。真正是爱证明。我住在香港，香港那边成立一个佛陀教育协会，香港佛陀教育协会，哇，一定把这两字给报进去啊！佛陀教育，啊，为什么那么穿这件衫呢？这个衫是佛教的礼服啊，佛陀教育的礼服啊，安尼为着要纪念释迦牟尼佛，但这个衣就会想到，亲像佛陀在世同款呢。咱来遵守伊老大人的教诲，伊教什么呢？教伦理，教道德。加因果，这三项物件是佛陀的普世教育啊，帮助这个社会会当安定和谐，化解冲突，永远都无战争。各向上提升，哎，就是哲学、科学，拢达到登峰造极。
还上关的咯。彭道密先所讲的最高的哲学、最高的科学、最高的伦理、最高的道德、最高的因果。那咱对这地来认识佛教啊，因咱社会这么乱，20世纪70年代，东比朴素都看出来了。忧心忡忡啊！这人非常善良啊，非常慈悲。伊也甲咱讲，解决21世纪社会问题，就是现在。只有中国孔明学说甲大乘佛法。这一讲呢，孔明学说在中国，大乘佛法嘛在中国，会救世界未？会救国家未？会啊！那咱这几年做的努力无白费啊，特别是汤迪小镇的实验。虽然无够圆满，但影响力到今仔日国内国外，大家也重视中国啊传统文化咯。也就是讲重视儒释道，儒家的《弟子规》，道家的《感应篇》，佛教的《十善业道》，我用这三个做基础，对到落手，对三项落手啊。儒释道这三个根本扎根的课程，一定要对这地来落手，做出成绩出来了。后来这几年来，真多这论坛拢在讲传统文化。在国外，印度尼西亚的国家，因要向全国中小学的学生推动《弟子规》的教学，《弟子规》原文，带你向老师的细讲《弟子规》，40小时的。这个讲义拢总翻作英文咯，啊，印尼回教大学校长来甲我讲，伊那边建素科图书馆，学校得要开办汉学系，这我想未到啊。印尼是世界上第一大的这个佛教国家，伊的人口有2亿4千万啦。伊呐来带头来做咧，这对世界影响也是真大。伊是咱的国家，我跟伊的关系算讲啊真好啊。过去。华西的总统在世时阵，前后啊，大概有去至少20次。啊，华西的以后，我甲华地总统、尤头总统，甲我拢有见面，我无想到讲。佛教大学竟然会开汉学系，汉学系就是教这课程，就是儒释道。
那半年的当中呢，那边的朋友我拜来访问，所以我在顶个月有去给人拜访，在印尼住十天，在新加坡住三天，在马来西亚住一礼拜，遇到了马来西亚首相，立即首相跟我说真匆忙啊，伊讲啊，我明仔载要去中国去访问。啊，习主席对伊真好，我听了真欢喜啊。我讲你好好合作，至少爱个亚洲，冲突啊爱化解啊。对亚洲的和谐来推动全世界和谐。那过去中国人讲通奸，咱不爱奸，战争太可怕了。咱来统合合作，啊，咱来统一爱合作，用全世界统合。像那一档啊，统合的，同比讲呢，中国人诶。统合，中国人现在习主席都会用你了。第一啊，这个时代，把全世界统合起来。希望全世界领袖啊，拢会当学习古圣先贤留落来这典籍。连接不准个上个完整的伫中国啊，所以我讲劝啊，大家爱学汉语，爱学文言文啊。四库全书是人类祖先留落来几部，即来对有对个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智慧。理念、方法、效果、经验，拢总伫这部书内底。唐太宗伫内面提炼精华的精华篇，都是文书第要。啊，现在这部书呢，我听讲习主席已经列入党校必修的课程，好啊。会救中国，会救全世界。希望习主席统合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领导人，同心协力，把这个世间一切冲突化解，带好社会恢复永续的安定和谐，和全世界人民拢会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这是共产党的理想啊！我相信习主席在这一年的当中都会当实现。这是好事啊！这是我对。立即首相的期望，我说你去个拜访，顺便台湾问候。希望每一个国家领导人都会讲我，那咱在联合国做这工作，现在联合国的一寡会友啊，对于化解冲突、安定和谐社会，有一点信心。以前是无信心，阿能做个真辛苦啊！现在有信心，特别是主席在澳洲访问，在教科文总部的演讲，
因听到了后无比欢喜，来甲我讲，这个缘分啊，真难得啦、啊，应该都要甲把握着。啊，今仔日啊，时间到了，咱就学习到这地、个。